好，很荣幸。先跟我们说一下表演什么样的节目吧。表演了一个非常喜庆和很春意盎然的一个节目吧。那是你想象的样子吗？或者说明天有什么样的计划？明年的计划就是希望能够做出更好的音乐。吃饺子，然后看春晚，对，然后会跟家里人一起唠唠家常啊，打打扑克啊之类的，就是那种家庭的团聚。你会打扑克，你的扑克技能怎么样？我其实不太会，但是就是跟着爸爸妈妈家里玩，就是玩着玩也就会了，对。那你会有 emo 的时候吗？ emo 的时候我觉得每个人都有吧，对，但是对于我来说 emo 更像是一种情绪的表达，我一般会把这种情绪放在音乐作品里面多一些。你怎么抒发这种 emo 的心情？这种情绪一般很好写歌词，然后如果要抒发它的话听歌，对。明年事业上的工作规划，我希望可以在上半年之前把我的专辑做出来，希望可以在希望疫情快点过去，然后希望能够有更多的机会跟大家见面去分享我的音乐，对。目前来说还没有打算，但是因为我还是想专心在我的音乐上，好好做好我的音乐。对。如果专心的方式来给大家说的，帮我来画一个点，我自己独特的方式，我也没有什么方式，就是祝大家如虎添翼，虎虎生威。